谁呀？这是，你怎么弄的？这俩演员看着特演熟，我肯定在哪个戏里见过他们。我怎么不认识？谁呀？谁呀？哎哎哎！快让导演结束吧，不好意思啊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小点啊！群众演员到齐了吗？到齐了，到齐了。准备下一场。好嘞。女导演，我还第一次看演戏，这场面。好了，现场安静啊，我们去拍了啊。 我这样场的衣服行吗？行行行，导演说了怎么逼阵怎么来，准备马上该你了。没问题。一号二进，一次。下我一推你就上。喂，开始。哎呦，牵手了，我的天哪！你好上空呀。如果您没有回来，我就回家了。你一个人去，我不放心，还是让老李送你吧。不行，老李他天天喝酒。 让开！老李，哎，他谁呀？我爸，反正辆自行车，不是我演醉鬼吗？你爸当演员了？不是他去干嘛呀？ 正拍呢，你先看看再说。你谁呀？干嘛呢？杜我们家门口拍脖子呢？你看我没说错吧？他又喝多了，这人呢真是不争气。老李，哎哎，是吧？我儿子说我不争气，那是我儿子。你凭什么这么说呀？啊？你是被窝里伸脚丫子。 你算是第几把手啊？没有这句台词。又喝多了。别说你爸演的还挺好。好什么呀？这发酒疯的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家吧，让你老婆收拾你。好，我老婆收拾我，我上哪儿找老婆去？哎，小哥，我看你也是东北来，把你们那疙瘩都叫来啊，半斤白的，来一口闷。 谁不喝谁孙子，是吧？喝呀！导演，这没法拍了，他老给台词。演员，怎么回事？我按剧本说台词，说改就改。导演，他不是演员，这群众演员在我旁边呢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这干嘛呢？拍戏呢，人家拍戏。行，那还不是拍黄瓜呢？导演，别别这么拽。 你这是绑架还是抢劫呢？这是我是。哎呦我！哎，导演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人从哪儿进来的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他演的倒不错，挺真实。那可不真实吗？他就是喝多了。导演，嗯，那个，我们还需要群众演员吗？你要做演员吗？我想试试。导演，咱能不能先把这场戏拍完？ 你先等会儿，我们在这拍戏呢。行了行了，导演您先忙。好，各部门，准备好。小肚子，你可别学你爸啊，一天到晚的喝酒，跟个醉猫似的。 我看你这个人啊，你都酒量那么差，你还喝什么酒啊？还跟人连着干呢你！我这叫啊，英雄救美人啊！那小子让你连喝三大杯，那不是要你命呢吗？你可以不喝呀，啊？你可以走人啊，人家说了，你走。 我跟着那大高个儿，那接着处对象啊。说了吗？他，我怎么没注意啊？这话我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冯仁立，
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你跟我说，你到底娶不娶我？你不能这么一直逗着我玩是吧？我真没注意到他说这个呀。你是不是想说，你要是注意到了，你就立马走人是吧？你是不是想说这个？啊？那小子一身的江湖气，你跟他不合适。行了吧你，今天来的每一个人你都说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的，你合适啊？你跟我合适吗？啊，告诉你，你就是个怂人，你就只会跟我装蒜，行，不玩。哎，别走啊。哎，你听我说啊，你听我说，你坐，没说完呢，我这。你这样，许悦，等冯都考上大学再说，好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啊？你是不是喝多了又逗我玩呢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说，等冯都考上大学再说。他下个月就高考了，他报了个天津的大学，反正不是叫西开还是叫什么东开的那大学。你就是个农村人，南开大学，嗯，也可能是吧。我跟你说啊。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没出过大学生，他这是第一个。哎，等我们家小肚子成了大学生啊，那时候冯清也懂事了，咱们就再稍帮一会儿，好吧？真的吗？从来不用。真的呀。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。想着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会过。你怎么还哭上了呢？我说，我是人生本来苦恼已多，再多一次又如何？你如果真向我求婚，别痛苦时刻，把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。如果到时候你要是看不上我。不怪你，真的。哎呦喂！你还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说你老婆我事儿多了，我要说出来你就得拉稀。只要你也想念我，真的是多是啊，别哭了，真的，你再哭我这就拉稀，真的。啊，别哭了。你倒回去吧。你说我要算数啊？算数，算数，算数啊，算数。从来不用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。哎呦，哎呦，要不然你上这边来，哎，你躺会儿，躺会儿。想着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悔过。要不然您吃个橘子啊？不错不错啊，准备下一场。这姑娘不错啊，挺好。看见了吗？我刚演戏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又当上群众演员了？刚刚那导演说少一个摔跟头的，所以就让我上了。你这摔挺壮烈。
姑娘，表现不错啊。有电话吗？给我留一下，以后有机会我会找你的。以后还摔呢？想吃这碗饭，摔几个跟头算什么呀？他哪儿吃这碗？你闭嘴！那个导演，我们家没有电话，但我们家离那个公用电话亭特别近，你到时候打那儿电话说找我就行。好，好，把电话留给场记啊。行行，谢谢导演。好，各部门准备好。看见没，导演夸我，人家有电话号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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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真打算不上大学啊？我倒是想上，人家大学也愿意收我呀。这考大学是什么呀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你真当谁都能过得去啊？我呢，与其跟这儿浪费时间，还不如找点自己能干的事儿。你能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想当演员。当演员？你觉得我是这块料吗？不是，你家里能同意吗？反正我想好了，以后要是有了名儿，有了钱，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了。要是以前我们家有点钱的话，我爸也不至于连自己老婆都留不住。反正我觉得拍电影不靠谱。怎么就不靠谱了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有好多人都说我长得像《庐山恋》里的章鱼呢。理想是美好的，现实是残酷的。那到时候没人找你拍戏，你怎么办？你赶紧给我呸呸呸！我这还没开始呢，你就诅咒我？那不是吗？别！行行行行了，打住吧你！我就知道你嘴里说不出好听的来。我现在只需要你祝福我。黑子，文叔，哎呦喂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跟京巴似的啊？嗨，发型这，你小子呀就是欠揍，你还敢回来呀？不是我怎么就不敢回来了？你爸昨儿说了，要打折你的腿。那就让他打，我把两条腿都给他，让他看着打。啊，让他看着打啊！嘿。